今天玩的游戏是 Monster Love Party， 用直翻的话就是怪物爱派对，有点万圣节风格的一个 style。 那他这个作者他的其他的相关作品就是大家可能有印象，比较有在追 RN 游戏的人就会知道，说是玛丽皇后的剧本。这个家到底怎么回事？而且妈妈还在左右撸，你到底有没有炒菜的意思啊？哎，随便啦，反正理由有千千百种，就是要我们进去就对了。刚刚那是什么声音？刚刚什么声音？是你吗？这怎么看都不是人吧？你居然可以跟他讲那么久的话！强迫宝宝放下！喂喂，转过来听好！喂，你这个沙宝宝，把手里那个鬼东西给我，听见没？貌似没有用。哇哇哇！Get over！ 体臭九九九的，我觉得这是汉化组的恶意吧。他要摘麻袋了吗？麻袋只要摘麻袋，麻袋只要摘麻袋了。我们来看看他是不是女的，是男的女的？我不喜，不喜欢，我不喜。但是既然是你的话，我就可以。哦天哪，这就是。我明明就是女孩，而且还是丧尸系的可爱女孩子，我喜欢，你是我的菜。哦，亲爱的马袋子，你不要难过，你这个样子真的很可爱。他讨厌我，非常讨厌，所以他最爱折磨我了。你不要哭，你哭让姐姐很难过。不管是笑声还是什么声，我花式旋转，花式旋转是花式旋转嘞、欸！他们鬼畜了，原地鬼畜了，太神奇了，这些人哦。我们玩完了，是一个槽点满分的游戏。我好累哟、哦，这是什么游戏啊？它的剧情，我完全跟不上他们的想法。两个小时，我们实况了两个小时之久。明明是感觉是很短的一篇啊，为什么我们可以玩那么久？